我以前都是老闆，他以前，算了，我做。
咁咪上收温呢一茶，系，而家好。 够人啊！我唔，你唔够，好，你发奋啦！天国。
有冇知道佢會發生咩事啊？點解會嚟咗佢啊？我唔知道，是吧？我點解嚟到啫？咩啊？哇！我冇聽過冇乜事啊！你做住先。好，真係好狼啊！好在我哋追到。嚇！原來咁，我哋而家咪好危險咯。如果大家知道邊個係狼嘅話，一定話俾大家聽啊！最緊要大家小心啲。好，依家先可以咁樣做啦，你。在世界上，只是錯的。
你選擇啫。咁你點解要無啦啦整個文明遊戲出嚟啊？講埋嗰句啦，重要咩？啊！我整狼人出嚟已經係個事實，你就當我俾個機會你去實現下你想實現嘅嘢咯。喺遊戲入面死咗嘅人去咗邊啊？呢層唔知喎，就算俾你知道咗，又點啫？你阻止到咩？啊！唉，你自己諗下啦。又要去日本行婚禮喎，你諗下，之後我哋仲要買車買樓，仲要生 BB 喎，生完 BB 之後仲要奶粉錢，供書教學樣樣都要噶。喂，你有冇聽我講嘢噶？有啊，唔係啊，突然間成日屋企仲有好多事要做，我翻屋企做埋佢先。哦，咁唔緊要啦，還掂我都約咗我啲 friend。咁你自己小心啲，俾心機啦。咁好啦，我走先啦，你小心啲啊。嗯，好啦，拜拜。
我而家有啲嘢想同你講下。唉，遲啲先啦。喂。之后我们就去了不同的中学。两年后的同一日，当我转去月华中学读的时候，我再次遇到浩伦。喂，你是浩伦啊？自从那一日之后，我们就一起上学放学，在学校里我们都会一起吃东西，一起打球，一起温习，一起跑步，总之我们做什么都会一起。我们两个的感情非常之好。有一次，因为我们参加了一个跑步比赛，所以每一天我们都会去松山那里等分。在12月8日那一天，哇，好了，我的头发怎么样？好，继续快我只腳好痛啊！我啱啱叫佢熱身，你又唔熱，你而家拍見到我仆親啦！唉，算啦，上嚟啦，快啲啦！成日都唔小心，因為嗰一次我只腳骨折，要休息成3个月，而浩倫為咗我都放棄咗今次嘅比賽。雖然我真係唔明白，你點解要放棄啫？我整親只腳啫喎，又唔係你。我哋咁辛苦練咗咁多年，你而家唔跑？喂，你都識講啦。我哋練咁辛苦練咗咁耐，為咩啊？你記唔記得之前講過，最後一次比賽，我哋一定要得翻錢。咁你而家又傷咗，你都錯唔到，咁錯仲有咩意思啫？如果我跑，實快過你啦，係咪啊？唉，真係好懷念大家一齊經歷過青春，一齊玩，一齊笑。但係幾年後，哇！啊，好想話喺上個月嗰份計劃，根本幫公司賺唔到錢。咩啊？我想最近叫你同佢講清楚咯。嗰份計劃係就係可以為公司賺錢，但係滿足唔到我哋客户要求啊！係，咁樣係客户好，但係老細話一定要賺錢啊嘛！公司嘅目的就係要賺錢。咩啊？你啱啱冇同佢講清楚咩？我咪講咗咯，客户應該係第一㗎，我哋嘅表現好重要，你知唔知？我哋打份工㗎咋，
你唔好搞咁多嘢啦。喂，我上次咪同你讲咗，你去说服老细咯。咁你而家有冇去先？唉，咁你咁叻，自己做晒佢啦。唉，阵间老细话你唔关我事。系咁，记得以前细个喺学校入面嗰阵，神父成日同我讲沙维豪嘅故事。佢话宁死不犯罪，但系自从出到嚟做嘢之后，我先知道真系好难。我同浩伦嘅关系变得越嚟越疏远。喂，份报告上次倾嗰时唔系咁噶，你咪改过？你改咗做咩唔讲？我费事又俾你再连累我。你记唔记得上次啊？老细先铲完我一镬咋？咁而家坚守自己原则系咪有错先？出到嚟社会一定要随波逐流嘅咩？而家唔系唔坚守自己原则啊，系有时啲嘢我哋都控制唔到。以前你变咗，呢个报告如果你觉得唔使同我商量嘅话，你自己去做吧。我自己做唔掂啊！而家我哋就好似站住喺唔同嘅方向。
文件，係你攞翻我。你冇事就好啦。到底点解会咁噶？大家听我讲，佢之前系咁游说我，叫我唔好救我朋友，咁样中意证明佢真系流嘅。冇错，头先系佢咁开名噶，我识佢讲嘢，同埋我觉得佢啲表情有啲浮夸。你点解会想咁嘢啊？系咯，冇屈人啊嘛。既然系咁，所有人手指向天。数到第三声的时候，就指向你们认为是落难的好人身上。一、二、三。选出
向我薛子光、陈俊成、阿 Ben、黄立鹏、刘卓谦、曾立鹏、梁俊基、余尚文、蔡旭龙、梅嘉玲，佢哋共同系两位队长。我今日同同埋郑启豪。我哋有請梁生、張嘉文、阿東、朱浩麟同埋組長兩名賽事嘅。而迎對出咁好嘅場景氣氛，我哋配合燈光音響隊嘅同學，佢哋分別係李亞樂、李樂俊、姚文坤、鄧志毅、劉子謙同埋佢哋嘅兩位組長陳俊傑同埋世界冠軍周家熙。冇錯啦，呢個就係大家早前參加嘅壁賽壁報比賽喎。
冠军系方恩诗。同埋，唔好意思，正在正式冠军系方恩诗。亞軍是方溫 B， 冠軍蔡一軍，会长，非常辛苦啊！好辛苦，好辛苦，各位嘉宾，各位老师，各位同学，我好感动。一见到咧，每一年系我哋嘅校庆，我校嘅上上下下大家。
非常之團結，非常之齊心，一齊去慶祝我哋母校嘅校慶。今日好似之前我同各位同學講過，即係等於我哋媽媽嘅生日，等於我哋葉華中學我哋母校嘅生日。我相信你哋都懷著非常之歡欣嘅心情，今朝翻返嚟學校，今朝喺我哋聖堂嘅離散嗰度，剛才都有講過，我哋自由會學校有咁樣嘅傳統，一年有幾次嘅都會。今日除咗係校慶，都係聖母會嘅節日。呢啲日子同平時唔同，大家翻嚟今日唔使上堂，翻嚟啊，我哋大家一齊喺度慶祝校慶啦，喺度話劇啊，話劇我睇到啊，非常之深奧啊，一開始你。知乜嘢咯？咩咁樣啊？可能我有少少拗咗啦，可能有一啲新嘅啊，呢個時代嘅改變，年青少年嘅啊新嘅玩意，我可能唔識啊。不過都睇到我哋學校嘅教育，每一位同學知道啊，我哋要有正確嘅價值觀。我哋要有良心，每一位我嘅同學，無論喺學校期間，或者係第日出咗去社會，大家都會係一個良好嘅公民，大家都會為社會增加一啲嘅正能量嘅。我非常之相信啊，每位同學會有呢一種嘅。目標成為一個好人，成為一個好嘅教友。好，咁啊，今日我應該代表學校啊，多謝所有上嚟，包括各位嘅長、各位嘉賓、各位老師、各位同學，因為有你哋同埋大家有咁樣嘅團結，所以你話有今日咁成功。同時間第二樣嘢，都希望各位同學時時都識得感恩，因為我哋有好多嘅前輩，以前好多嘅校監，好多嘅校長，喺學校做到好多嘅犧牲，好多嘅付出，所以今日我哋有咁好嘅環境，咁好嘅地方。咁好嘅老師團隊，俾我哋每位同學有良好嘅受教嘅機會，大家記得平時時都識得感恩就係感恩啊！咁啊，最後咧都今年我哋九十一週年啦嚇，後面啦，同埋好快，九十二、九十三、九十四，不斷咁樣去變嘅，咁啊，我哋喺度咧。大家一齊祝福我哋嘅母校，校務經理阿尚，葉華斌嘅同志偉忠，慶祝會已經圓滿結束，我哋將青衣打翻俾佢上，再分別。